会呢将于今年11月12日在广州举行。柬埔寨歌手韩庚应本届亚运会高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的邀请，为本届盛会录制了亚运歌曲《亚运有我》，精彩之极。之前呢，他又和著名导演林锦和合作，为这首歌拍摄了 MV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去拍摄现场看。该片的 MV 拍摄地点选在了北京郊区的一处摄影棚内，这也是韩庚第一次跟著名 MV 导演林锦和合作。林锦和的 MV 一向都以细腻唯美著称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该片大部分时间，林锦和都是让韩庚静静地站在镜头前演唱，这对之前拍 MV 时总是又唱又跳的韩庚来说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今天是第二场景的时候，后面是一个那种黄的那像舞台的大灯一样，那么像是在跳舞曲，那个舞曲的 MV。 觉得很漂亮。而在拍到最后一个场景的时候，林锦和跟现场工作人员也发现，让能歌善舞的韩庚一直这么站着太浪费了，于是临时决定给韩庚加戏。不过这个突然的决定却让韩庚有点为难了。我知道，所以你的特点就是能在比如说没有跳跃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肢体啊，那么导演的这个临时要求，韩庚能圆满完成吗？毕竟是有舞蹈基础的人，韩庚当天的表现算是相当到位，他一静一动的表现最终也得到了林锦和导演的肯定。那么亚运有我精彩之极的另一位演唱者周笔畅的 MV 拍摄过程是否顺利？拍摄当天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？请继续关注近期的娱乐现场。